在此次的曲目规划与内容，最主要应该是起承转合啊，就是有快歌有慢歌，那要如何能够让观众的情绪跟我们的情绪是一致的，然后把我们想要表达的观众能够听得懂，所以我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会带一些些的短讲跟一点点的导流，让观众能够更容易进入乐曲的情绪当中。